没事啊，拿壁球吹啊，躲猫猫，要躲哪里？好紧张，跟肖老师玩躲猫猫，哪一个节目会这样做啊？我觉得躲这里应该可以吧，该这样。好，各位，我现在进入了肖老师的配唱室哦。啊，各位啊，这里是肖老师所有好歌出来的地方，来看一下啊。哎，秉承在后面，秉承在后面。哇塞，但是这里这么小，我要怎么躲啊？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好，就这样。啪！这里是他的服装间哦。喂，啥没拜哩？哎，我情况怎样？今天有个玻璃玻璃呢。哎，我手较短尔。啊，莫怪，因为大拇头比较短，难怪手比较短。你安那没有镜子？他看不到、欸、老师真的超熟哎、欸啊！老师完全就是，你看他躲在左边这边，你看他铃铛的声音就那么大，你看老师我完全没听到。他晃动他的身体或者他的呼吸的时候，那个铃铛的声音就会跟着走。老师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老师，你刚刚有听到声音了吗？有啊，我有听到声音啊，他在我左边啊。有吗？吴秉承有在左边吗？有吗？老师，你揣测一下。哇！老师，老师。玩捉迷藏，你们不是我的对手。哇哇哇哇！不得了了，萧煌奇老师来了！ Yeah!自从上一次上了你们的节目，你们带我去淡水设备标、我整个这个眼界大开了。太多人传讯息跟我说，哦，你九九几万嘞吼，我们刚刚讲你做幽默做趣味嘞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现在的趋势。譬如说，人家如果有一些粉丝啊，在那个网络上面说，我想要吃一道虾仁炒饭，有时候我就会回他说，好啊，待会我炒给你。这样我平常没有在上什么网络节目哦，真的吗？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哎，好像我也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。因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到，你要把自己很放心的交给别人，还是多少会有一点担忧。圣公就是来上我们的频道，安心啦、对，因为就是有些梗，有些设定是一个自然产生的，我还蛮喜欢这样的表达方式。姑丈两年前在北流开的演唱会，萧煌奇老师从头做到尾。那一天其实我听到萧老师在现场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紧张了。那我压力多大？你要不要看看人家后面二四六六支呢？老师有七座，因为最近有一支地震倒了，这边还有一座，拿一下。老师有七座金曲奖。哎呀，阿里贵基，我才一支呢，一支的兔专台湾啊，对不？兔啥？我说老师，看您近年很常在社群啊发一些你在看书、你在开车的一些地狱梗，逗这些网友开心。我说像我们瀑布这边，我也会讲一些好笑的。可是坦白讲，其实私底下的我很无聊，我也蛮悲观的。可是为什么我要用这种方式呈现呢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跟现实其实已经够辛苦了，我想要一笑置之。我说老师，你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情在唱歌的？我觉得就是我到哪里表演。然后唱歌是用一种很开心的心情，重点是说，在还没有唱歌的时候，钱都已经收到了。对，不一样的感觉。没有啦，用很诙谐的让大家感受到，其实看不见的人也可以很正面，也会希望这个社会对看不见的人有一些更不一样的想法，说哎。这个看不见的生活也可以多彩多姿。故障，萧煌奇老师在台湾现在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了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我要讲的是，老师已经出道其实是23年了、但很多人其实是在《你是我的眼》跟《阿嬷的话》这两首歌才开始认识老师。我是在《阿嬷的话》，那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。对，我参加了一个比赛。好像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总会的一个比赛，对，他把你那一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里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有那一张专辑。结果呢？结果有一天就是刚好一些朋友啦，大家就一起听，
听完了现场，哦，嘿，好个靠北靠步啊，那我想我是冲啥？想到阿嬷，因为老师唱的太有感觉，而且他那个时候是第一版的，第一版本哦。现在听到的那个阿嬷以为是后来重新，后来再重新哦，真的、哦，编曲录制过，第一个版本反而更感人，哦、对对，好听。好酸哦！对，那时候是陈忠友老师编曲，这样很好听。嗯、对、嗯嗯，所以你喜欢第一个版本还是后来的版本？欸、都喜欢。老师都喜欢，手就要比什么？赛。对。那鼓掌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啊，跟老师这边聊，就说，哎、欸，老师，那我们到你工作室啊，就说，哎、欸，那去那里，我们除了访谈，我们还可以干嘛？老师居然回我说，嗯、看你要生啥拢买单，我还足快的啊，没生啥，来必球吹啊，躲猫猫。被小吹，哎呀，这个场地我最熟悉。对，是让朋友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会比一般人更加敏锐。这是他的家呢，哈。对对哦，对啊。啊，不怪你阿妈的话内底有一个被小吹。你嘛定定带去游店，看人在佚佗，看人在办公会啊。好，那我们就跟萧煌奇老师玩必修吹歌。真的、哦？要躲哪里？好紧张！跟萧老师玩躲猫猫，哪一个节目会这样做、啊？我觉得躲这里应该可以吧？盖子。哇，不能发出声音，铃铛发出声音就会被老师发现。因为老师对于声音很敏锐，所以如果我们发出声音的话，老师马上就会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所以可能待会不能呼吸，我要停止呼吸。好、啊，各位，我现在进入了萧老师的配唱室哦。啊，各位啊，这里是萧老师说有好歌出来的地方，来看一下啊。哎，秉承在后面，秉承在后面。哇塞，但是这里这么小，我要怎么躲啊？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好，就这样。这个好像是他的储藏室哦，哇，欸，他 CD 还蛮多的，他库存也不输我，嘿嘿，哇，这也是他的服装间哦，我也是他没败的，欸，我情况怎么样？今天有个玻璃玻璃呢，欸，我手较短尔，啊，莫怪，因为大拇头比较短，难怪手比较短，不要那没有镜子。看不到，好，赶快把它躲起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啊，我就不相信他这样可以找得到我。我躲在这么里面，我又不出声，他绝对找不到。哇塞，明胜哥真的很大胆，应该是第一人找萧煌奇老师玩躲猫猫的。老师提出邀约的，因为这个地方老师他最熟了啊。对啊。但是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，哎，老师的录音环境啊，哎，我们来是不是都惊艳到了？好，老师，那我跟你讲，姑丈还有两个外甥，他们现在躲在你家，他们三个人身上都有挂着铃铛，所以他们只要有一点呼吸声或是铃铛声，老师你就可以拿那个锤子用力的打他们。好，用力的这样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老师敲得很准哎、欸。好，老师家里你真的很熟哈。对啊，根本不需要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哦，其实老师不需要你，不是给老师一点福利啊。哦、老师给我温肩膀又抖哎哎，你要引导老师好不好？好 ，OK OK。你知道怎么引导吗？来，手肘。来，我引导你过来。对，这边手肘还有肩膀啊。来，你现在牵着我的手肘，我引导你来认识我的录音师。我们来抓他，拉好，就来这样牵着老师。现在我们就上来，这里有一个台阶、okay。老师真的超熟哎、啊，老师完全就是。你看他躲在左边这边，你看他铃铛的声音就那么大，你看。老师，我完全没听到。他晃动他的身体或者他的呼吸的时候，那个铃铛的声音就会跟着走。老师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老师，你刚刚有听到声音了吗？有啊，我有听到声音啊，他在我左边啊。有吗？吴秉承有在左边吗？有吗？老师，你揣测一下。哇！老师。玩捉迷藏，您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这样长度不够啊！我刚刚有吓到、欸，要不然再一次嘛。老师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真的，再给我一个机会。好了，我们出来，我们老师小心哦。吴秉承，好，我会好好躲。吴秉承被抓到了，太快了吧！
太强了啦！哇靠，老师超强哎、欸，太强了！躲好了吗？好，走了，来，生，来上来哈。哎、老师，这个设备怎么这么……其实从小到大就会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说，因为以前自己都是在外面录音啊，想说如果自己有一个录音室，就会比较自在，想要录什么，然后把自己的创作这样录下来，甚至就是哦，可以借这个录音室呢，然后让更多人来。你忙出声啦，哎呀，你是知吼，你安尼出声，我就咱唔知要来按落去。老师又听到了，哎呀，他在这边呢、啊。不是，我觉得老师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知道位置在哪，然后还知道高度。没有啦，就是一种直觉啦，也不一定准啦。对。直接吹到，好厉害哦！来啊，吴秉承，你 get out 了，我们去下一间。Go 去下一间。老师给你一个提示，那个配唱室有人。配唱室有人。对。你看得好啊。OK OK。当盲人要当好一点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找人哈。你看，哇，你看这里有一道这个网红墙，你知道吗？通常我们都在这里拍照的。我们两个来拍一张自拍照。一二，老师看这边。一二三。老师，你刚进来到现在，你有、我没有听到声音。哎呦，这次我就真的没听到声音了。我想说，应该是会在墙壁吧。老师，大力打下去。没有，戏弄到他了，哈哈哈！应该在那里啦，对啊。有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！老师，我是我，他把那个铃铛的声音压住，闷住，所以会听不到。所以老师是有听到我的一些小踪迹，就是你在晃动的声音。晃动是什么声音？哎、老师超强的，但有让他扑空一次，我心满意足。哦，对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对，当然要做一点效果。老师太给面子了。哎，我们颜面尽失。那我们再来，还有最后的大魔头。对啊，而且老师刚刚都这样轻轻的敲一下而已嘛。老师，如果等等你找到故障，我们会所有人一起帮你敲它，这样 OK 啦哈。好啦，你就量力而为。尽量，你们都要靠他吃饭。他如果有三长两短，也不太好，也不太好。所以好好保护稀有动物。看一次少一次。走喽，找大牛啦！这一辈子第一次这样躲猫猫，以前跟小孩子都没这样玩过。来，我们现在接下来我们去 找大魔王，他到底会在哪里呢？可以给我一点暗示吗？更衣间。哦，好。来，我就带你去更衣间。老师，还是我们不要玩，就是让他一这样一直躲着啊，我们就回家这样。也是有道理。对啊，过个十年我们再回来看他。对啊，好，那、我们就这样做，走走。不行啦，不行啦，把他找出来。我很久没有来更衣间、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平常都是设计师或者是助理啊、经纪人啊，他们会找衣服。这个地方是真我最不熟。哎呦。老师，那可以介绍你几件最喜欢的衣服吗？哇，其实我真的没有太了解。通常演出的衣服我比较不会 care 了，就是说穿起来舒服。老师，那问一下哦，颜色跟色彩在你的生命中，那是15岁之前的记忆吗？你当时有比较喜欢的颜色吗？我比较喜欢蓝色。蓝色虽然听起来就有点像 blue 忧郁，但是我的蓝色是开朗正向的蓝。对，我们现在是在拖时间，让大牛哥他可以蹲久一点，对，让他脚会麻，不会动了。对，因为 a carba 是不要弄。对，老师，那我们聊到现在哦，你有发现？我真的没有发现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对、我们看这个老人还有呼吸吗？对，故障还好吗？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因为我真的很少进来这里。为什么啊？找到！完了！故障还好吗？我帮你。这个游戏其实还蛮好玩的。对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在那里啊？没有啊，你有皮留下秘密？没有啊，就是哇，没出声啊。我知道，老狼鼻，很臭。你刚刚一开始进来问他说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件衣服，他怎么会知道啦？你相信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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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相
你在我看我在躲的时候，我有试穿你几件衣服，还可以吗？其实我们 size 差不多，只是手感觉比较短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只比较短，是这样子。但真的都还蛮好看的。哎，对，都是舞台装啊。你都没有出清吗？比如一年出清，有时候会拍卖给一些需要的人。哦，公益拍卖。对对，公益拍卖。还有一些跟我一样在做表演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啊。啊啊啊！你就转换给他们。也不卖啊，就是直接给他们。所以有一些表演的朋友，如果你没有衣服的话，可以来找消防局老师。OK 啦 ，OK 啊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老师，那刚刚故障果然那，你有捶他一下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没感觉啊，不痛啊。他用那个硬的地方有硬起来吗？硬度不够。硬度不够，来人啊！哎，我们快点！好，鼓掌！有这一趴，我们跟萧老师玩躲猫猫，网友应该 OK 了。Okay. 那到底是指谁？你要扮谁？恭喜妹子啦！好了，鼓掌！我们谢谢老师，因为老师让很多观众了解到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是他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，他很了解，而且他也很用心。